今晚你就负责貌美如花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是这吗？其实，哎，走。真的是好久不见了，怎么哪儿都有他？你看起来更精神、更帅了。小别胜新婚一点都没有说错，你们俩这样在一起，看起来才更像是结了婚的样子。姐，我之前真不知道今天这么多人。哎呀，我忘了告诉你了。金总和陈律师临时出差，王总让杨华来临时当说客。凭什么让他们当说客？这俩夫妻也太喧宾夺主。今天你才是主角，我跟我爸花精力花心思，不是给他们抬轿子。别看场地用的是咱们，入场券还不好弄到呢，无非给咱们弄了几张。我为了让你们俩来，我们家老金今天都回家歇着呢，所以你今天晚上得给我好好表现表现。别生气了，我在你心里是主角就行。走，我们去给胡总打个招呼好不好？今天晚上你们俩得给我好好表现表现。我之前还以为是咱们主场请胡总吃饭呢。哎呀，我倒是想啊，不过我觉得今天这样也挺好的，上哪儿能一下子见到这么多投资界的精英？嗯，你闻到没有？空气中都充满了金钱的味道。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杨华，让你见笑了。你应该比我们更适应这样的场合啊！哎，没准今天在这儿你还能见到你以前的同事呢，你到时候得给我引荐引荐啊！